世界，没有什么事情留恋，好像所有快乐悲伤幸福失落失望不再灵验。如果真的有那天连呼吸都变得讨厌，就变成一切美好的事物让你激动在你身边。想做吹风机吹你淋湿的头发，想做个冰淇淋冰凉你的身下，想做那半夜惊醒你的闪电还有红的门雷声，想做你冬天茶杯里面泡的茶，想做你聚餐火锅里面加的辣，想做你荒芜心脏重新接受暖阳开的那朵花。如果是幸福呢，会感到幸福吗？如果是好奇呢，想要去探险吗？如果是遗憾呢，会不会将它抱住多留一下？如果是拥抱呢，会感到安心吗？如果是感动呢，会流下眼泪吗？如果是我想的，能不能尝试让心跳动一下？ Oh pretty, oh pretty, can you feel lady? Oh pretty.变成一切美好的事物让你激动在你身边。